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，云南勐海县，随着最后四名犯罪嫌疑人的落网，这起特大国际贩毒案件，毒匪一枪一弹，悲伤一兵一卒，圆满告破。最后全案，实际上全案是不仅是公开查缉查获到的18公斤，而且通过后期的工作，全案是搞了41公斤毒品，扩大了战果。所以这就是，其实就是细，王讲有一个细字，他一直跟我们说，你们搞侦查的人一定要突出三个字，细生实。从2005年起，云南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禁毒人民战争，并多次开展区域性禁毒专项打击行动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云南警方通过公开查缉，破获涉毒犯罪案件7万多起，抓获包括100多名大毒枭在内的8万多名犯罪嫌疑人，使境外贩毒组织多年经营的毒品网络一度受到重创。2009年是王建忠担任禁毒局长的第7个年头，7年中，他的队伍为中国禁毒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自2005年以来，有2000多名个人，270多个部门立功受奖，但是作为这支队伍的带头人，王建忠自己却没有得到过任何一枚勋章。工作干下来，我们搞在房间里指挥的人还要去立个功，我觉得没必要，也不好意思去拿那个功。而且弟兄们在第一线干，说不定要送命，这种时候该立功该记功的是他们。不过遭到重创的境外贩毒组织并没有偃旗息鼓，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，他们很快调整策略，卷土重来。那么前几年啊，我们这边西南边境这边毒品进来主要是以滇西为主，由于这几年我们滇西这一块的整个堵截啊查缉力度加大之后，那么境内外的毒贩他感觉到这一条通道相对的比较严密一些，那么他就改变了入境的一些通道啊，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毒品南移，哎，从西线移到南线，哎，移到南线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。以云南普洱、版纳、玉溪等地为重点区域的南线扫毒专项行动已经进行过2次，在取得成效的同时，也让王